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军事节目。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中国在台湾周边展开的新一轮大规模军演，这可不是小事。中国军方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名为“联合舰二零二四 B” 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被视为对台独势力的强烈警告，并强调了中国在此地区的军事压力与立场。这场演习不仅涉及多个军种的协同作战，还展示了中国军队的实力，并对台湾及国际社会释放了明确的信号。 伴随着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加深，这种军事动作让人不禁思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会不会因此进一步升级？在台湾，民众的反应也是两极化，一些人感到恐慌，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行动会更加凝聚国家认同感。台湾的军方也不甘示弱，加强了防备措施，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这场军演的背后，对地缘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台湾海峡的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无疑是一场持续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欢迎收看点点军事，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篇深入分析有关中国在台湾周边开展的新一轮大规模军演的报道。这份消息源自 Japan Times，它详细描述了中国军方在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进行的此次代号为“联合舰二零二四 B” 的军事演习。中国国防部对此次演习的具体结束时间没有披露，但我们知道演习是在台湾海峡及台湾的北部、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 在这次演习中，中国军方多个军种部队协同作战，其中包括了从不同方向接近台湾岛、进行海空作战战备巡逻、对关键港口和地区实施封锁、对海上和地面目标进行攻击，以及联合夺取综合优势等多项训练科目。中国东部战区发言人李希上校指出，演习旨在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并展示中国军队的强大实力。这一连串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 随着台湾和美国关系的愈发紧密，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也在不断加大。许多国际关系专家认为，这次军演不仅是对台湾的威胁，更是对国际社会的一次警告，意在明确传达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这次军演动用大量的军事资源，包括军舰和飞机的调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对此表示了担忧，认为这可能导致台海局势进一步恶化。 美国国务院则发表声明，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并呼吁中国保持克制，避免加剧紧张局势。在台湾本地，民众对于这次军演的反应各不相同。有些人感到忧虑，认为这类军事行动可能对台湾的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的演习可能反而会激发台湾人民的团结意识，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台湾媒体对此次军演进行了广泛报道，也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面对这样的局势，台湾的军方也加强了自身的防备措施，开展了相应的军事演习，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台湾国防部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军方的动向，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任何状况。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次大规模军演不仅是中国展示其军事实力的一次机会，也是对台海局势的一次试探。随着地缘政治的变迁，台海局势的未来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这次军演提醒我们，和平与稳定的实现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国际社会应该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以真正实现地区的长期和平。在这样一个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政府和舆论的反应向我们表明，任何单方面的军事行动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我们在节目中强调，不应低估任何一方在台海这个敏感区域内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中国希望通过展示强硬立场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和平与稳定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这一事件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博弈，更是整个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一部分。各国应关注如何在紧张局势中找到平衡点，通过加强外交对话和建立信任措施来化解矛盾。台湾作为这一事件的中心，其政府和人民也需要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之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 总的来说，这次军演不仅是军事上的一次行动，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重要的信号展示。它涉及到主权、安全、国际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点点娱乐栏目中持续关注这一事件发展，并将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评论，敬请期待。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大规模军演是一项具重要战略意涵的行动，反映了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中的紧张态势。这次被称为“联合舰 2024B” 的军事演习，旨在展示中国军方的联合作战能力，并对所谓“台独”势力发出明确的警告信号。 演习在台湾海峡及其周边地区展开，包括台湾的北部、南部和东部海域。中国军方投入了不同军种的协同作战，进行了多项战备任务。这些任务涵盖了海空作战的战备巡逻、对关键地区的封锁，以及对海上和地面目标的攻击等。这些行动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战略调度能力以及应对多样化作战环境的能力。这次军演。 发生在台湾海峡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台湾与美国等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这引起了中国的不满，导致其在台湾周边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强。演习被视作是对国际社会，特别是台湾及其支持者的一次警告，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毫不妥协的立场。国际社会对这次军演表达了关切，担忧其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美国继续重申对台湾的支持，并呼吁中国避免采取加剧局势的行动。台湾方面，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了多样的社会反响，部分民众感到不安，但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将促使台湾社会更为团结。台湾政府和军方也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准备和反应，强化自身防御措施，并进行相关军事演练，以提高应对可能突发情况的能力。 台湾国防部表示，将密切监视中国军方的动态，确保国家安全。这次中国的军事演习不仅仅是一次实力的展示，还是对现有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影响深远的行动。未来台湾海峡的局势如何演变，仍然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次事件提醒各方，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需要共同的努力。只有通过对话和合作，才能实现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舒、谢琪琪。我是楚天舒，我是谢琪琪。演习是提升军事能力和展示国防实力的必要手段。中国有权在自己的领土和周边海域进行军事演习。这次演习是对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发出明确信号，保护国家领土完整是每个国家应有的权利。 楚天舒，你这话说的就像是明朝的天朝上国思维，认为别人都该听咱的。问题是，这种军演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让台湾和国际社会更加反感。这么搞，台湾就更不可能回心转意了，反而逼得人家抱紧美国的大腿。谢琪琪，你这么说可有点偏激了。历史上，像古罗马这样的强国，都依靠强大的军事来维持和平。 中国的军演其实也是在维护地区稳定，避免误解和误判。没有足够的军事能力，别人不会认真考虑你的和平意愿。哦，楚天舒，你这说法就像是把鞭炮当烟花，觉得大家都会一起欣赏，但实际上只是吓坏了邻居。这次军演只是让台湾加强军备，让美国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存在。 结果很可能是南辕北辙，跟金正恩的火箭发射有异曲同工之妙。谢琪琪，国际关系真不是过家家，这涉及到国家主权和安全。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进行大量军演来展现实力，这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全球的力量平衡。中国通过军演表达立场，是告诉台独势力和支持者，中国不会坐视不管。楚天舒，你这话听着像是冷战的老剧本。 但时代不同了，我们应学习北欧国家，他们更多依靠外交和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搞军演。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强，应该用这种实力来吸引台湾，而不是吓唬他。军演只会加深隔阂，何不多用点胡萝卜，而不是大棒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哎呀，这次中国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可谓是弄得全球鸡飞狗跳，大家都紧张的不行。中国军方把这次演习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联合舰二零二四 B，听起来就像是一部大制作的动作片。中国这次不仅是想测试他们的联合作战能力，更是对台独势力送了一个大大的严正警告。 不过，这警告可不光是针对台湾，这里面还掺和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威慑，让大家都明白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多坚决。在这场演习大秀中，中国可是调动了大量的军舰和飞机，简直是海陆空三栖出击，从各个方向包抄台湾。 这架势看的人简直喘不过气来，不少国家也直呼有点担心，怕是台湾海峡的局势要进一步恶化了。好吧，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马上发表声明支持台湾，并呼吁中国冷静一些。这场国际戏码真是够热闹的。至于台湾的反应，那可谓是百感交集。 一部分台湾民众对这次军演感到忧心忡忡，担心安全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这样的军事压力反而能激发出更强烈的民族团结和认同感。台湾媒体也忙着对这次军演进行全程直播和深入分析，好让大家知道这场演习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当然，台湾的军方也不能掉以轻心。 针对这次演习，他们也做出了相应的防备措施，谨防突发状况。这次军演是中国展示军事实力的一次大秀场，也是对台湾及其盟友发出的一次硬核挑战。随着全球局势的变化，台湾海峡的未来怎么走，还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尽管如此， 这次演习再次提醒我们，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维护好这片水域的和平与稳定。毕竟，世界上最昂贵的票就是战争，谁也不愿意掏这笔钱。还是对话与合作来的实在些，对不对？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让您拥有一百四十五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使您能够掌握多达一百四十五种语言和方言，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还是日常沟通，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只需几分钟，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 AI 声音，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使用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无论您身处何地，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高效沟通。广泛的应用场景，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的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多种语言。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立即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六度 AI 克隆声音系统 h t t p s 六度 w o r l d TTS，立即登录，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网友与六度 AI 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网友可以参与讨论，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 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